老师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一、二、三，我有爸。会长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那里的？难道我喜欢会长的这件事情已经被会长察觉了吗？谢谢你，蒲老师。会长一定是整天都在想蒲老师的事情，才会把我叫成蒲老师的。他怎么可以，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？别担心，我来帮你解决这件事。你想毒杀我，对吧？坏女人，立刻滚出我家！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绅士与小姐。